我知道，我有很多小可爱，马上就要迎来你们大考的日子。你们知道我的，每一年快要高考的时候，我都要过来凑一下热闹。因为说实话，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高考带给我的记忆简直是鲜活的，让我十个大记都忘不了，简直是纠缠我一生。然后每次都有很多小可爱非常好奇来问我，我当年高考时候的本我是什么样子的。我给你们两个例题标本，你们自己猜啊，不要客气，顺便对号入座一下。10点了，我才刷4套卷子，现在状态也太差了。附加题竟然错了的，刷一套附加卷子，才10点，我都做完2套阅读理解了。时间这么充裕，我应该收拾一下桌子。这么快就收拾好了，有点饿。要吃得饱才有最好的学习状态。心情好状态才会好。藏在我体内的学霸之学呀，为学霸之名命令你封印解除。睡睡，以后老死了有的是时间睡。喝点咖啡，哼，精神了，趁热换换脑子，背背单词。太困了，这一能睡觉的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天，喝点咖啡。我趁热赶紧做一套健美操，简直太可惜了。高考之后又有个好身材，才能去了吗？没毛病。来，咱俩对个答案呗。行。妈呀，我填空跟你一模一样。英语怎么才能考140分？满分是300的时候，你能吗？英语怎么才能考140分？少写2道完形填空应该就够了。来吗？我先来。Achievement, A C H I E V E M E N T, Achievement, 给你了，来吗？来，准备好，5、10、20、15，你咋又输了？跟你玩都没劲。除了喝咖啡，你多喝点，给你上上头。小瑞还不睡觉啊？才1点，还能再挤一个小时，你先睡吧啊。妈，11点了，能睡了吗？其实今年的高考非常的特殊，我知道有很多小可爱肯定已经很久没有跟同学啊老师当面的这种互动，自己在家孤军奋战，想想都心里方方的，所以这个时候来自任何人的鼓励都是无比的珍贵。像平时有点唠叨的妈妈，这个时候肯定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但是作为过来人，友情提示也不要太过分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会秋后算账。还有这个同学之间互相云鼓励，你看这些种种都在说明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很多的人在陪伴你温暖。所以今儿我也要专门的为我马上就要上高考战场的小可爱们鼓个劲儿。而且你们要知道，不光是我，社会各界都在瞩目着你们，和你们肩并肩，为你们伸出一双双可爱的援手。就比如雀巢咖啡1+2和我最爱的哆啦 A 梦跨界合作，推出高考助力版礼盒，专门为考生应援加油，鼓舞士气。看到这个组合，我简直觉得太梦幻了，不可思议。可以 CV 出道里面有，反正我肯定 pick 他们。这款咖啡外观上我就不用说了，你看看有多可爱。产品本身呢，也采用了非常先进的萃取技术，还原咖啡本真的味道，口感也更加的香醇。不光是在备考困意袭来的时候，你在感到压力紧张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来一杯，精神饱满的去备考。这款联名款呢是7条装的，3种不同的口味，还有更多规格的，都已经在京东限量上市了。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现在去京东购买100条的礼盒，还有哆啦 A 梦的拼图赠送。在这里呢，告诉大家，高考真的一定要放平心态。虽然我知道你已经听了很多次了，虽然是一定要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但你也要清楚，即使你没有达到想要达到的高度，也绝对不是你年轻的生命里无法逆转的失败。相信我，高考是你人生重要的平台，但它绝对不是决定你人生唯一走向的转折点。在这里呢，郑重的祝各位小可爱都好好发挥，心想事成，拿到自己想要的好成绩。我相信你们，别忘了回来告诉我你们的好消息。啾咪，拜。
上我的。